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加更一个视频，给大家介绍 Humble Bundle 的 Unity 隐藏宝藏资源包 Unity Hidden Gems， 最多一档包含28件商品，最高折扣 97% off。 这些工具和艺术宝藏为 Unity 创作者带来便利，你可以为游戏增添生机，同时简化开发流程。包含可用于绘制、调试、创建对话、生成 AI 地图等工具，还有构建体积云、雪和冰的 3D 场景，或者是像素、怪物等素材，帮助你释放创造力，节省时间，打造梦想中的游戏。这样的资源和工具包有点久违了，看名字知道不是那种最顶级的，和九月份会出的包相比，知名度会弱一点，属于有点小众，但是品质还不错的那一类。至少28件商品的数量和 97% off 的折扣力度还是令人满意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一些资源。这是一个适用于各种游戏的顶视角 WASD 角色控制器，完全与 RPG Builder 整合。如果你想制作 RPG 游戏，可能听说过 RPG Builder， 之前我也出过介绍视频。一个包含176个动画的模块化动画集合，用于构建使用长杆武器的第三人称角色，适用于长矛、戟、战斧等武器。这是一个包含131个制作动画的综合包，可以轻松替换为自己的角色，包括完整的手指以适应高细节模型，适合含有复杂动作和制作需求的游戏。 Explosive 工作室的动画资源我都挺喜欢的。一个自动动画库，可以为任何模型添加常见的电影级动画效果，包括行走、奔跑、躲闪、跳跃、后坐力、被击中、死亡等。看看演示中的机甲是不是很有感觉。这个包含完整的 AI 系统，可以立即配置敌对 NPC， 具备可扩展的有限状态机，适用于射击游戏，可在几分钟之内设置敌人，帮助你快速构建游戏。这是一个用于创建逼真天空的终极解决方案，具有体积云、动态天空盒和可配置的昼夜循环，为你的游戏或应用程序带来前所未有的逼真和沉浸式天空效果。可以轻松的为模型添加自定义的选择高亮效果，包括轮廓线、发光、覆盖、边缘和透明效果，使你的 3D 和 2D 对象更加突出。前几天还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想要这类功能的插件，这不就来了。这是一个可以用于改善 2D 地图设计工作流程的工具，也可以自动生成地图。它提供了编辑器工具，可以快速的创建整个环境，并具备高性能运行时生成功能。喜欢制作俯视图像素游戏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是一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话系统和工具带来的 Unity 编辑器的革新体验，提高了开发者的生产效率。这是一个用于 Unity 的离线语音识别资产，提供99种语言的翻译，高性能和跨平台兼容性，为玩家创造身临其境的体验。一个快速轻量级的分屏解决方案，特别适用于合作模式的游戏，最多支持4个玩家。我有一项之前介绍过这个项目，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上架 Unity 商店。时间关系，我就不一一介绍这个包里面的内容了。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美术资源，例如人物、建筑、图标、 low poly 模型，还有一些 2D 和 3D 的视觉特效。我刚才提到的资源中有一到两个是你感兴趣的，就可以考虑这个资源包，毕竟折扣力度摆在这里，我会把链接放在简介或者置顶留言里面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和游戏开发相关的资源介绍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一键三连，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